给大家看，不长不短，不大不小，这个缩口不会过度紧绷，下摆没有在我们的身体上，而且这里啊，你摸下去是很简易的一个小 logo， 而且有一点那种小泡泡的感觉。绿色像妞儿啊，这个夏天啊晒得黑不隆通的，绿色一样可以驾驭，一样非常的显白啊。不论是小资高个儿，它的身宽大大小小，高高低低就是刚刚好，不会让你觉得哦太 oversize 太怎么样，所以你搭什么下身都好看。它里面是滑滑的，所以呢它还没有到什么毛圈啊、毛巾布啊、刷毛啊，完全没有，它是混质感，不是一般无聊的米杏色哦。如果呢你有那种梨形身形、臀块块女生，拜托这里直接挡起来了，它的长度刚刚好，然后你可以看屁股167，我也可以完美的遮盖。如果你是比较日系的女生哦，她呢喜欢这样叠穿的方式，你可以放下来，它不会很带劲。它不会很长，它不会很宽，所以你想要搭比较女孩子的裙子或是窄裙，它都没有问题。黑色一点都不无聊，第一它是那种纯黑色，非常的高级有质感，我觉得它的字体配得非常好，而且是那种立体字哦，大家看到侧边吗？所以呢，它完全不是那种压印热烫上去的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又更加。